你要紧袂？我无代志啦，多谢你。哦，无代志都，无代志都。海哥。政府，是你，兄弟，看到你真好。这么多年啊，我才跟你讲一声抱歉，真歹势。当年是我招恁去甲骨头帮拼角头，骨头大个，我细一个真严重。你为着大局设想，替我入去这家，因为我是这趟啊。拼走去日本，所以我一直拢无法度通去看你。是吗，生？海哥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啊，当年我代替你去往怪你的时阵哦，都已经想清楚啊。这一切都是我家己忘记的啦。啊，所有的后果，嘛要我家己去承担嘛。我袂去怪你。你如果你讲，我感觉愈歹势啦。海洋大爷，这么欢喜，你泡茶啊？是啊，我都专工咧等你来品茶啊。哎，来，慢起来，慢起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多坐，多坐。多坐。啊！你正手啊，无法度出来啦。那不是张经理的能力无够，嘛无可能发生这款意外啦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我会继续复健啦。我吼有一挂朋友吼，拢是病院院长，家拢真好。啊，你若有迄个需要，你做咧开嘴，我会使甲你介绍医生。若有需要到三工，我一定会开嘴。多谢海洋大爷关心嘛。